看起来就是我会在那种早餐的奶茶上面看到的那种。哎、欸，真的耶，很久以前的早餐店奶茶上面都会有那个，要么是谜语，要么是冷笑话。哎、欸，完了，不是了。这个跟之前那个小丁做事小叮当有异曲同工之妙。完了，我怎么感觉我一直害到那个 P 三啊？那 P 三感觉，等下是不是检举我？你一直说人家摆烂，所以其实害你没有没有，我是不管到哪我都遇到他哦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然后每次鬼都追我，追一追看到他就去追他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Nightmare 怎么？你的笑话是跟 Rex 学的吗？怎么样 ？Rex 也是冷笑话大师，是不是？确实。Rex 讲的笑话老冷了，真的。所以他也有油箱滑掉的，对。嘿、hey, ，摩托车，啊，他又倒了。我手电筒已经不知道被我扔到哪里去了，掉在一开始我掉的地方，我就没有去捡。我已经懒得去捡了，完全忘记掉在哪。我现在身边认识还有在联络的很好的朋友，全部都是在加油站认识的，全几乎都在加油站认识的。加油站的人大部分都蛮 nice 的啦，抗压高。哎、我不得不讲哎、欸，不是呢、欸，我那一年那几年在加油站做的那几年，身边的人一个比一个奇怪，没有一个是正常的。我说的奇怪是那种跟许肥一样哦、喔，那种就是。各自有各自很奇怪的点。现在许肥是一个代名词吗？许肥就是很幽默啊，斜咖。我们那时候加油站里面真的每一个人差不多都是这种斜咖，每一个人都超好笑的，每天上班都蛮有趣的，都蛮好玩的。我们那边也差不多啦，就因为我们一群大男人嘛，那时候我们的班长那个。就那个小组的班长是那个，哎呦，这个妹子，完了，我要死了，班长救我，班长，那个熊班长吗？不用担心，熊班长来救你。哈哈，他听不到我的哀嚎声，他以为我走了，我结果我在里面补血。干，我被发现了！哈哈，忍术哎，嘴巴闭闭之术哎，他以为我走了，结果我直接在里面补血。哈哈，没发现。完了，我觉得我早餐奶茶喝太多了。干嘛？肚子痛是不是？对啊，我是昨天吃辣的泡面，现在肚子有点痛。我把你救下来，我们直接躲在草丛里面，然后我帮你补血。你有看到你的左前方那个草里吗？欸、他看着我，算了，但我没说。没胆？不是啊，那要怎么有胆？他看着我啦，哥。对，我只是想追你而已。根本不用这样哎、欸，哥们。四处都是被打落的道具。我现在在雪人胖胖里面。哇，没办法了。